哇！黄志勇还是要快速进比赛状态。嗯。黄志勇是属于那种打疯了拦不住，球先慢下来，先软下来。我不让你轻易的加上速度，这样去消耗你。黄志勇这边之后大概率下一轮是要面对这个头号种子的。嗯。啊。面对现在男单好像大家公认的霸主安塞龙。哇。想怎么打怎么打啊。还是说那个哪个是黄志勇啊，黄志勇在屏幕上端。就是我不跟你打快拳，我跟你打重拳。嗯，并且拳拳到肉的感觉。嗯，给后场球往前的过渡，不缠往前，再给后场高球，我连续的都往前之后啊，大满心有点吃不住，再给往前，鱼跃救球之后，两人形成多拍，打得很漂亮啊！后场起，哇，转手为攻，哎，最后还背的都挺充分的，而且发挥的都不错，所以现在谁都没有占到一个明显的优势。那可能对于球的把握度上，哇，你不要让达马辛的出手那么的从容。对，该是界外，现在已经落后六分了。该攻还是要攻，对，推得平一点啊，不要让他非常从容的后撤去接球，这是黄志勇现在需要的。火啊，哎呦，对，推得平一点，你看机会马上就出来了，往前，因为今天达马辛在往前呢跟黄志勇斗的时候啊，没占到便宜，他主动是把球多次起后场，拉慢下来了，他现在加不起速来。哇，火力全开了，就他现在整体上速度已经被压下去了。嗯，对，他现在要的就是达马辛的两个底角的话，他是可以去创造出比较多的这种快速。换场之后有点风云突变的感觉。往前的质量也很高啊。你看他现在给后朝前已经开始推了，是不是说像第一局那样单纯的只是调起来，就是这样，打马金不着急啊。哇，好球，5-3。比较轻松的把握住刚刚那次机会啊，10-6。你看，还是坚决的给后边。现在开始抢王抢攻了啊！是。看来还是想在这一局拿一拿的，往回追一追，连续强攻不下。
不知道你会在接下来的哪一分钟上场，对吧？可能你已经准备好上场了，哎，突然之间要打一局，再来一个，对，可能你已经准备，哎，我还可以再热一局的身，嗯，突然两局，反正是不太积极啊，积极了两颗球。奔着第三局去了，这个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说，嗯，这样的选择没问题，危险一点，包括成功率吧，嗯，减少失误。多拍的相持啊，就是连续的正手，再推对角，王振勇能不能咬住啊？好球，再放往前回一个小的，马兴的杀球要的就是高点和这个力量，他每盘很扎实。来了，你看又来了，你放得很稳，你放得很贴网，很都是压着线挑出去的，你挡远一点，然后抓他的推球，你看你挡那么近，对方就是挑起来，这样的话自己想加速加不起来现在只要是往前，打马金坚决的，啊，对，黄志勇再往前把球挑起来，不要让他挑你。半场，你看他今天头顶这种被动球或者说半被动球，他回的真的质量太差。这，哎，小心小心小心。继续回到比赛，哎呦，开始搏杀了。足球的朋友们跟卡洛斯的任意球似的，真的能像就达马辛上这个，看黄志勇还敢不敢控？就这个位置，今天绝对发力要打，9-14。就是给个点啊，整个人都不敢跪是吧？现在正手都不敢。他就不用着急了，黄志勇就不用去加速了，还是控正手底线。是，哎呦，好球！有好朋友刚刚说，谁赢了奖励谁一个龙龙。哇！再往上追啊，从落后9分追到落后1分，现在哎出界了，这两个人都不算那种技术特别特别精特别细的啊，越到关键时刻其实两个人打得越简单越好，机会啊，打，哇，高球挑起来强杀往前球，黄志勇还是敢给啊，又是同样的线路啊，
头顶轻掉一拍，再调整，好球！这球。